我是夜，主要最近口虚不干净，想要一个陪伴。你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宠物吗？那种猫咪，对不对？你说呢？你有没在养宠物？没有，没有养过宠物。没有，会觉得孤单寂寞。那我养的宠物没有毛。哦，那你养什么宠物？养乌龟。哦，你养乌龟哦，哇，好特别哦，养乌龟。好，那我今天我们就来讲这个。毛茸茸的，非他莫属啊！枕头都毛茸茸的，太毛了，太毛了。那我现在就来加他了，跟我回家吧。哇，旁边有那个一直在打魔术，哈哈哈哈哈，突然掉下来，这根好帅。那也是不错了，他来挡了，你就可以取货，刚好卡，刚好掉在洞里。哎呦，可能掉下来，掉下来，一次机会了，机会总是悄悄的。我掉下来我就有点紧张，真是。就这个？对啊，怎么办？也算毛茸茸宠物。前面，它掉下来，它掉下来。你的头有点大，哈哈哈哈哈。那我们今天里面就这边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话，就给我一个赞。想持续看我的影片的话，就按这边订阅我哦。这边是我的推荐影片，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